开几张啊？咁咪贵气嘛，我跟你规定啊。得了，还有一个哦。再等二十嘞。等下再拿。好，感谢支持。你要打到老蒋，我讲会把鬼压掉。这不价格啊。那就不稳当了没有？不稳当了没有？今年又上八十几岁，今年要怎么办？这条命。